他打开车门这样看进去，整个就很布灵布灵的，很奢华的。八千公里要赔800万以上。我们这一台最终收购价，这一台哦，新车2000出头，现在最终收购价是多少？也撩嘴啊，看不到600吗？所以劳斯莱斯不能买新车，对对对，撩太多啊啦，2000出头，现在挣不到600万呐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第几？27。有，他还是有在，还是有默契的。粉丝说比较想看他，我已经不再是他们最宠爱的人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跟他搭档。那今天这三台就让你介绍，让我介绍。总是要让宏达女神来介绍这三台女神吧。要确定呢。算了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。他们已经看我看到不想看，要让观众印象深刻。对对对。OK， 好。大家好，我叫 Apple， 刚来宏达，现在差不多3个多月。好，不用那么认真了。言归正传，我们现在还是有在收车。如果有不想开的、忘记开的，或是想要趁好价钱卖掉的，就找我们，搜寻小老鼠 HONGDA， 或是直接扫描这个 QR。嗯，好。提供你的行照、车照、里程，就会有专人为你估价。回到正题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不要，你介绍，你先介绍看看嘛。劳斯莱斯。你到底懂不懂？我不懂。我也不懂。谁懂？谢老板懂。没有那个，你不能不能这样，你要手这样勾着，然后把老板勾过来。过来吗？让我在那个不良场所这样子叫一个人，看看干嘛啊？哎，要给你们两个表现的机会，你这样子。这个还是让专业的来。怎么？你们两个也很专业啊？两个专业搞笑的、啊。扣里男。这个我真的不懂，我没办法搭腔。我这个我很厉害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拍谁？这一台是我们公司的第二台了，这不是橘色内装日规那一台哦，两台都是白色的，重点内装不一样。上次是爱马仕内装，这一台是黑白熊猫内装，算是白车白黑内装。这个如果是纯黑内装就没什么特别的，特别的车就要特别内装，就像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。你好，我好爱你。2019的酷女男总代理的哦，总代理的。我们上次那台爱马仕马上回来，马上被秒杀。这台2019的酷女男总代理的，好8000而已啊。外观跟上一台爱马仕的其实大同小异啦，其实整个看起来车头部分都差不多。来来来，看个这一台铝圈有不一样，上一台是纯银色，我们那一天还在嫌那一组铝圈不够霸气，不够漂亮。哎，拍谁？双色的，我们这一台就马上选配了，总代理的哦。你知道这一台当初总代理要买到2800多万，它跟爱马仕内装看起来没有爱马仕内装那么抢眼，可是它黑白内装的那种亮度有没有跟一般车有没有不一样？它打开车门这样看进去，整个就很布灵布灵的，很奢华的。它明明就很没有怎么样，但是它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脚踏板特别高级，这个连这个光泽都是很不一样的，对，就是那种亮度不是一般的那种镀铬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很厚实的镀铬，对，而且它配合这种白光，这样这踩上去会觉得好像要特别跨过这个门槛这样子。对，难讲诶，亲门打好未使打人好顶，你知无？所以我要先教一下，这小女孩不懂，以后你再去人家看到对方的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你看到人家门槛，你要故意这样跨过。我知道啊，这个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哎呦，这是尝试，这尝试。哎，还好你有阿嬤。如果阿嬤阿嬤再教你的话，我看着脸刚出去就更怕青。人家只要走得出厅堂，也要下得了厨房，你会吗？不会。Apple。是在俩搞还是在打架？对啊，感觉很像是妻子的诱惑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讲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你会不会煮饭？会，但不能吃。来呀，试坐一下啦！你看，怎么这么优雅、啊？对啊，我每次上车都不是这种姿势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上车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现在要坐哪里？去驾驶座。不是啦，你去那里啦。很好坐哎、欸，很好坐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难得。车门。你不要怂啊！要按的啦，你不要把我拉坏了啦。去哪里啊？上面的。你看，我们上次那个是。你说的嘛，Prada 皮的， Prada 这个是木头，它变木头的，它是木纹的，但是它这边一样是用 Prada 的。重点你看，
冰箱在那边嘛，跟上次那个一样。我们上次爱马仕的没有发现，它后面箱子里面有送一套，还有一套冰箱里面的是香槟杯。你看这里面的有啥？下面也有，很凶啦，因为香槟要冰。哦，威士忌不用冰。微杯，微杯，这我专门的。并没有。哎，我们这一台厉害的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很大。哇，电视、啊，两台都有，两台都有。它可以只有出餐桌，也可以只有出电视。啊、小林直接不讲话是怎样？我快睡着了。你在享受是不是？我快睡着了。两位女神可以下车了。看嘴刚刚送洗了，又嘴刚刚他金了嘞。哦，厉害的人都很拿厉害的雨伞。听说要8万块，八万块。那、啊、他为什么没有送4只，只有送2只？因为只需要撑一只而已，连司机不用撑伞。靴子。新款的才有，我知道。没有，不知道。不用自己推，按着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白色真的很漂亮啊，那个线条有没有？这肌肉线条我好几百。崇拜你。好，这一台讲太久了，松松。哎、欸、哎，快点，喂、哦，你按了、啊。来，这一台新车2800万左右。全大、啊，全大、啊。这一台跑8000。3年车。哦、三年跑8000呢？从2800会掉到多少？赔快。你觉得要掉多少？你觉得要赔多少？掉个800好了，可以吗？800。2000整。2000。我搞啥？这样2000整是这样是几折啊？乘1.7折的话，要1960。差不多咧，8000公里要赔800万以上。我们这一台最终收购价1900多一点而已。哦，1900，这个赔多了，这个2选手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准备这个一系列的罗西耶，有看到这一台2014年的 Ghost， 只有分长轴跟短轴。哦，这个也有分的。对，就像我们有分小只跟大只。没有，它不叫短，它叫标准版。标准版。对。还有没有加长版的？它是加长版的。对啊。有没有看？它腿啊。你,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自取其辱的？你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？我们不同路线啊。哦。腿比较短。不要再坐后座了，整天坐后座，要坐前座给你机会表现一下。我是叫你介绍，他又把他坐进去，你去哪边介绍啊？搞错了，再来。这台的内装反而我就觉得真的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因为我刚刚看到的那个太让我。挂了，我这看到这个，我会觉得，价钱有差啦。是啊，这一台新车不到2000万，欸，新车空车价就1900多，选配套好，我觉得也是要破2000。2000出头。2000出头了哈，现在2014年，哎、欸，电报跑多少？47000。跑47000，14年8年车跑47000，1年跑5000呢。前面两个门既然没有像刚才那一台新款的可以自己关门，后面还是可以，有没有？哦。后面还是可以，可是前面不可以。从外面按吗？好像没有吧。也没有，也没有。这是比较新的科技。我记得它最新款才有。这个年代还没有。还有他们一样，有这个灯芯、哦。电视。我这台车有一个我喜欢的小细节。怎么样？这里有镜子哎。哎、欸，对，我那时候在收这台车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镜子到底要干嘛？化妆吗？就是要给我照镜子用的、啊。就是真的是拿来化妆。整理服装仪容、哦。下车之前，如果你要去见客户，要整理一下服装仪容。这样哦，一哥，你从那个镜子看得到小林的脸吗、嗯？可以偷瞄到吗？瞄不到，瞄不到。哦，那真的是给人家化妆，不是来看看一下秘书用的。我的眼里都是我自己。看秘书很机车哎、欸，我在瞄，然后看他，看他在干嘛？就要保持老板的尊严，然后又想要偷瞄秘书的那种镜子。我想说，这镜子是不是来这样的？哦、是这样子、欸，他们不会看。我帮你这样。这一台哦，新车2000出头，现在最终收购价是多少？也撩嘴啊，看不到600吗？这个每台怎么下去都这么严重？所以劳斯莱斯不能买新车，对对对，劳斯莱斯，除非你是那种相当有钱的，还不是一般有钱的，要相当有钱，巨富有的那种。对，你如果中大乐透1亿还不够的那种，因为一下就没了，好不好？扣税扣一万就没了。对，这种就是要那种什么建设公司的啦，还是那种科技大佬啦，还是那种股票上市上柜公司啊、嗯、那种的才有办法。撩太追啊啦，2000出头，现在挣不到600万呐，赶快要的来找我，宏达找谢老板。好，赶快第三台啦，不要、啊。我们真的讲太久了。我今天没有跟大家讲到，我今天准备了。10台哦，10台哦，这么多，那我们要讲到民国几年？赶快，速度快一点，这一台快速带过。这是我们日本引进的2016年的，
瑞士好不好？新车价大概2500多，2600那边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毅哥 ，Apple 它不会关门，要怎么关啊？它不会关，我对啊，把交换关。新康顶有没有？好浪漫啊、哦！有没有玫瑰花呢？玫瑰花在哪里？在扯不？这一台我们想促销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台新车2500、2600，现在1000就好了，1000就好，16的哦，我把它当成1514在卖了，因为这有星空顶的，装饰配色，铝圈也有选。要的话找谢老板，我这找我可以了，可以。剩下的全部找Apple。4号选手，没错，就是我们身后这台，好久不见，哎、欸，真的超久没收到它了，而且。我们这一台它很厉害，它选配选了140万，992，哎，超夸张的，而且这一台是992的 C2S。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这台有什么重点选配？重点选配，它像它这个轮圈也有选，然后还有这个颜色。一开始我看照片，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看，但是实际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，很好看。这是什么蓝？这个是龙胆蓝，龙胆蓝哦，对吧？我之前我看过那个这个配在马 K 上面，我就觉得普普在。这边内装啊，它都有车缝线也有选，然后 Boss 音响，基本上992几乎都不选音响，然后玻璃顶哦，这个玻璃顶真的超漂亮的，它就是整个都玻璃，然后它上面就会变成黑的。嗯，那如果今天你是选白色，它就会变成熊猫配色，而且它表底也有选色。对，它表底有选色，然后它有选跑技跑牌。还有什么？最主要的是它有多选了一个后轮转向。后轮转向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哎、欸，这不便宜，我印象真的不便宜。真的很贵、欸。它这个气氛灯是改的、哦。这是选的，这是选的，哦、这也可以选，这可以选。像我们之前只有收到一台是绿色的那一台有后轮转向，对。之后我们收的每一台992都没有后轮转向，而且它好像有真皮包覆的也蛮少的。对，它这一台有真皮包覆、啊，很厉害，超级少，它选的超级超级多，而且。它只跑9000公里，它这个是我记得是2021年的，2021耶，跑9000，然后选配140万，然后你看哦，再加上涨价，等于说你今年买到这个要多180万你才买得到，而且还要等一年你才拿得到。两位不用介绍那么多，这一台刚才就被秒杀了，不用已经卖掉了，真的假的？已经卖掉了。那个不用3个小时就把它搞定了，八点回来，9点卖掉。那麻烦一下，还有这种东西，赶快来，私讯我们，好不好，私讯我们，我们一定都收，我们很需要。好，我们换下一台，好，下一台。五号选手，哦，交到我了，又换我了。内行的又来了。这什么车？今天小哥转换，冷爸爸一来就是这台了，喜欢的。马 Ken 现在最缺、最缺了，2017年的，他已经语无伦次。2017年视觉系的美少女就是这台。为什么是美少女？因为她优雅的线条，只要是说到优雅，就是美少女。我可以说，这个是美少女吗？是黄金战士，黄金战士。红岛的黄金战士最近最夯，这个铝圈只要你有眼睛，你就知道它与众不同了。这是 Macan Turbo 的啦，来这个车头优雅，优雅以外，这个就是爽。看一下内装啊，来内装最重要。看这椅子，这椅子14向的，哎、欸，真皮的，真皮的，哦、真皮的哦，这是真皮的，虽然有一点皱纹，这代表它是真皮的，因为真皮的才会有皱纹。嗯，如果是合成皮就不会有皱纹了。你去外面你就这样。按一按，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皮还是假。然后这台还有一个选天窗哦，有选天窗，有选天窗、哦，全景的天窗。然后再来，还有选免钥匙的，免钥匙 ，keyless， OK， keyless。然后再来哦，再来哦，这台 Macan 后面要加 S。我刚刚说的后面要加 S 哦，加了 S 那个新车的售价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这台你现在买就是最划算的时候。它现在里程数多少？这台它的小小的小缺陷跑12万，这台就跑12万，所以它的售价就压在我们的200万内。好，这一台我们最终收购价是169万，169万。有喜欢的找我们小葵，有喜欢找小葵。他都讲到流汗了，找小葵一定送到紧绷哦。好，下一台。来，我们这一台6号选手，厉害的人，这台白虎，喂，一线的，一条线，白色的。白虎，我都俗称白虎。我跟你讲，少文有收到白虎，直接打给我，因为我在宏达不是保时捷达人，是白虎达人。
新车选配套多少钱？390多，39出，39出。重点是总代理的哦，总代理的，总代理的。2020年，1920年，1920年。好看，你看铝圈，然后天窗，后加铝圈，头灯选到最顶级的 PDLS。然后连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它是贴的，它是贴的。那个 O 还掉车保，这么细节都有在处理。对，而且这贴卡蹦的嘞，再来，七号选手，来七号。七号选手一样是小白虎，一样是一条线的。这台车呢，它是马 Ken， 马 Ken 啊。对，然后这台车呢没有什么选，但是他选了一个很贵的东西。很贵的。铝圈没有什么选。他铝圈后改的啦。后改很帅嘞。等一下再讲嘛。还有他排气管也很帅。等一下再讲嘛，我要先介绍最贵的选配。里面选比较多东西。对，我们打开门看一下。买车送。哎。买车送。来我直接买单好了。这台它有后改，因为它原厂只选了盲点，所以这台车便宜。好，就是给你开一个品牌的而已。然后它有改铝圈，这种铝圈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保时捷的什么什么。这个交给我，这个交给我。两个都不会。这个我早上才有客人打电话来，确定也是嘉义的乡亲，真的。结果这个月一样只有一台。You need to shut the。他说他想要买保时捷，我就跟他介绍这台，因为第一个他跑啥，52000而已，没有通病，而且有保固中。他几年的？2019年的。你如果买这种车还怕维修的话，那真的没车买了。虽然没有选配，我们最终收购价是多少？226.8。哦，还要点八哦，这表示买很硬的哦。因为它是白色。新车价是多少钱？新车269。有喜欢的找我们 Apple 258。哎，小葵啊，哎，你怎么找的？8号选手，9153 Coupe，每次都是秒杀车款。我们太多台都是秒杀车款。好了，我们介绍一下这台53，那它重点就是便宜了。它的配备了23匹跟车，然后它的环境，然后 AMG 套件，旋钮那个豆豆，然后唯一的小缺陷就是刚小葵说的跑少。我们跑53000，对，哦，真的很少，有一点点少。因为这台是那个2020年的，不过呢。它有一个优点，它还在保固中。对，小葵说的，它还在保固中。它还在保固中。对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买了什么车，反正它就是有保固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那个53的屁股哈，53就是开在路上一看就是53。对，它跟350有差，真的有差。它一开你就知道它是53。它体积最大，对，比凯宴 Coupe 都还要大。这台呢，我们最终收购价是380万，所以便宜的跑速度的，跑速度的。没有看到，我也还是拼了，你看有没有？人家不敢了，我们就敢。我们敢拼速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总共准备了几台？8台。8台，后面还有2台，算了，放弃。下一次。跟你脸交会脸羞顾啊！我只要滑走啊！如果再在这2台下去，要播一个小时。现在很晚了。很开心，今天这8台全部搞定。如果有什么好车的话。一样我们，搜寻我们小老鼠 HONGDA。如果你准备了车照，还有行照，我们就可以线上马上帮你估价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现场直接上文直接，看是要跑高铁还是要跑高速公路，都可以。我们已经破100000了。哦，对。我们要迈向200000了，好不好？虽然现在是10001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破200000，可能还要再拜托各位。这个可能。要这里要站整排的才有办法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整排都不在这。整排不在这，我们要去林森北路。今天很开心，就是这里了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各位观众啊，你讲已经看到这，阿未甲我订阅落去，你刚才你搁咧看，敢无够意思啦？我听伊讲，我听到要吐血，讲实在。赶快！我已经为早上9点搞到现在凌晨1点了，冲向100000订阅，有你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真的公车专线找少文，好，订阅专线动动你的小指头，好，赶快，每周3、5日更新，对，真的很奋发向上，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拼了，拼了，拜拜。